羽球呼应中，华奥会主席汉伟参赛权周天成敢做第一人，日前发声台中东亚青运遭取消停办。参与 EAOS 会议的林鸿到今天在亚运壮行参会，站在台上致辞时还原会议现场，也跟在座选手呼吁，希望大家在网络粉丝团用自己的声音捍卫出赛权利。羽球一哥周天成第一个喊声向挺，为参赛权益发声。周天成解释，没有在第一时间出来说话，是因为不了解当下局势。今天主席在参会间讲得非常清楚，他也了解未来可能发生最糟的情况，所以他特别录制短片，一方面呼应林鸿道主席的话，二方面也勇敢跳出来为自己参赛权益发声。这是我现在想做，体育选手应该站出来，如果之后被退出奥会是无法加入的情况，不管是对现在的我们，或是未来的年轻选手，甚至影响到未来可能很多人就不参加体育这项运动，我想藉这机会让整个体育界团结起来捍卫选手权益。